然后我再给你讲讲这个。根哥，等一下有人拿酒过来看，有四箱了。什么酒？就快到了。什么酒？不知道。来，我给你讲哈，45度在这个位置，一个 M 型扳机，你拿着看，我瞅一下。哎呦，漂亮哦。那个酒，全部是老酒。那你屋头招待的？老家带的。我家特别穷，我不好不干。12瓶的大箱，以前都是大箱。哇，喝了多少？全部喝了。耶，都是真香的耶。哎，联系的耶，你不都是土豪哦？朋友送的，97年、98年、99年、2000年，先从97年开始看。97年12月19号。拿一瓶抽一瓶，修箱子还是没问题，装的没问题。哇，很完整性的酒很难找哈，这么完整的，而且是连续10年的，很难得。品相怎么样？看一下哈。哦，品相不错，可以。97年12月9号，对的噻。哎，那都是黄盖是吧？这个95年以后都是黄盖。哎呀，这还有一个大森名酒商贸，这看到没有？不错不错，完整性很好，很具有收藏价值，很难得哦，非常难得。哇，好巴适！有点实力哦你。年年送，年年送啊！哟，不好。98年12月27号，都是12瓶的啊。开一瓶。那个，我们晓得真香的鉴定就是就开箱看。这个真香哈，它鉴定哈，当然外箱嘛，表箱单嘛，跟茅台就其实相同的。然后看里面的酒香，这个我们就打开看一下就得了。如果要严格性来说哈，12瓶都要看，就是我们先随机抽签。保存还可以哦。那这个鉴定品有个毛病，就是很多这种后期的印章日期都看不到了。但低级的黄格鉴定品，都是从95年以后到2001年，2001年都是尾巴上了啊，一般2000年结束了。漂亮，现在鉴定品那么完整性的哈，连续几年的哈，还是很难得，很少，就真香都很少，而且鉴定品价格飞涨。装得很厉害的，像这种真香的，它跟茅台是一样的，真香也跟一瓶多200-300块钱。哇，就真香的哈，跟比我的单品的要起码贵个200块钱也少，很具有收藏价值。连续10年，你看，97、98、99、20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哦，这个单子可惜在箱，刚才单拆坏了，11月10号，2000年11月10号的，这个单子只有半截了。或许这个应该不影响价格好像。有点影响不大，不影响。品相不错。哇，看，来看一下这个，漂亮吧？之前我们讲过哈，为啥子剑南圈哈相对烧酒哈，跟前行哈，它的这个铁杆哈，它的泡酒的这种，相对比其他酒哈，比五粮液哈那些哈都要好一些哈，这个盖子哈，铁杆。这个叶长，精子叶长，它密封也好。盖铁盖，精子叶短，它就越容易泡酒。所以鉴定性相对来说，像密封比较不错的，最好是前心，前心比这个还要长。哇，好东西，恭喜恭喜，前是真酒哈，恭喜恭喜。这还没看哦。恭喜。这还没看，还没看。80。哦，这个是跟这个是一家的吗？一个日期吗？9/12/19/12/20/19/12/20，这个是很有缘分的哦，这个太有缘分了，对，这三个是12瓶的，80。
你看这个是打开看过的，其实可能从自己没开，它这一瓶都是开一瓶，但是它破坏性包装嘛，这个塞头就设计烂了。金奖百万八十了。这个都这么干净、啊，好吧，蒸起来就是好，蒸起来就干净啊，蒸起来因为它进不到灰尘，没有啊，对，只要放好了，保存好了，就变了。你箱子也好，都基本上完好的，二十几年了，没多少啊，保存的好，保存的好。现在大概值得到好多钱一瓶呢？大概在像这种酒器的话，可能在蒸箱子在2000多低点儿卖价，市场价的。一瓶哦，一瓶，肯定是一瓶，不是一箱啊，哦。2000年的工资1000吧就，哦，这种你要卖就是全部给我了哈。啊，我卖肯定钱不给你噻。看你出的价钱怎么样？价钱好是好是，啊，价钱好是，对吧？你价钱好我就卖给你。好，价钱嘛。